健康的姿态来展现出我们的自然美。将美容不单纯留在我们印象中的造型里面，而是将更多的健康保健的领域带入在它的整个世界里面。真的，台湾的美容界是一个在美容职场上有一个非常好的领导的。黄贤亮老师目前在做非医药人员，但是又是唯一可以从事的一个保健的一个领域。